好吃。我目前吃到最好吃的鸡肉。底下影片绝对没有事先赛特好，听他们说为什么买鸡只买源于牧场。嗯，肉质口感也不错，有嚼劲啊。肉质上面跟外面就不太一样，肉比较嫩啊软啊，然后最好去骨这样。跟因为对你们的鸡肉的信心蛮好的，所以想说试试看你们烤肉。不啰嗦，现场请他们吃吃看日式蒜香系列是什么感觉。好吃，很入味啊，味道比较浓。蒜味不会太刚刚抠，很香，不会太咸，所以我才给小朋友吃，很好吃。会不会太咸？会不会辣？很 Q， 不会像外面就是这样软软的。你吃起来觉得日式蒜香系列中哪一道最厉害？嘴啊！哦，嘴，奇怪。一般你鸡都会柴柴的，那这个鸡很顺滑。结论就是每一道都很厉害。鸡肉的话就会首选。好吃吗？好那你点赞。是我目前吃到最好吃的鸡肉。且这是人吃过的鸡比你喝过的水分子还要多，别怀疑最好吃的鸡肉就在源于牧场。